右胸痛，右胸痛嘛，要解决这个问题。我看到那个一汪很大很大的水啊，很大很大的水啊，然后我看到一个小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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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看到那个小船那个抓鱼的，抓鱼的用炉子啊抓鱼的，哎呦，炉子下去以后抓，哎，抓上来一个一条小鱼，哎，再下去再上来的话，每次下去上来的那些鱼啊、虾、蟹什么的，那品种都不一样，每次都不一样，每次都不一样，每次都不一样。哦，这个原来是三峡大坝废弃三十年以后，废弃三十年以后，长江上游，上游里边呢，包括有内湖啊，开始生态恢复了，开始生态恢复了。也就是说，我说的内湖就是一些支流啊，还是小水塘之类的。原来被三峡大坝一挡以后，不但长江里边的那个生态改变了，连湖泊里边的上游湖泊里边的水呀、啊，生态也改变了，也改变了，也改变了。后来三峡大坝废弃以后，三十年以后，生态环境慢慢改善了，慢慢改善了，慢慢改善了。这就是未来，这就是未来，从现在开始三十年以后的事啊。三峡大坝是在2019年8月6号那天，由那个龙啊，在它的上游啊，在它的上游1公里的地方，从半下开通了这临界啊，半下开通，有颗水啊，从下面流过去了，这个大坝就废弃了，废弃了啊，废弃三十年以后，生态环境慢慢恢复了，那时候鱼虾什么之类的，水里的那些东西慢慢就恢复正常了。好，再见啊，再见。